主料：芥蓝菜300克，广式腊肠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锅内置凉水，放入腊肠，煮开后取出，腊肠切片后，锅内置凉油，加热，下腊肠片翻炒出味，下去皮的芥蓝菜头翻炒，下芥蓝菜叶，不断翻炒至断生，下数量的盐，翻炒均匀后装盘。烹饪技巧：腊肠建议先用水煮过，比较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